神魔之塔 9.25 改版的合作对象《仙剑奇侠传》，对于部分玩家来说是一款深植在记忆的游戏，对于另一部分玩家而言，将会是一个全新的体验。这是老玩家回归的乌龙，除了 KO 快感。G8Gen 的百姓跟 Tile 也很荣幸的受到 MH 的邀请，帮忙协助拍摄宣传影片，这对 G8Gen 来说也是一个不同的全新体验。神魔之塔也希望透过这次的合作，一同与老玩家找回当初对于游戏的感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神魔之塔的平民百姓。相信大家在路边可以看到许多玩神魔之塔的平民百姓。好，这次回国的玩家除了有100%经验值提升外，更可以享受到不一样的 KO 快感。接下来呢，就希望大家继续的支持神魔之塔以及 G8Gen， 我们会为大家持续的整理第一手资讯以及迅速反映玩家意见。神魔师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太阳女修斯。如果你们以为光酒神跟我有什么关系，那就大错特错啦。其实我是要征召曾经的战友，只要这段时间当中回来神魔之塔，不管是超绝强化或没强化的几率都有所提升哦。跟我一起在挑战未完成的任务吧。想知道最新的关卡资讯吗？详情请上 G8Gen 网站，网址是 www.gbagen.com。